好，试问以下的情况各有几种选法哦。来，第一小题叫做小雨班上有三十个人，今天随便选三个人出公差。好，第二种是小雨班上有三十个人，任选二十七个人留在教室里面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到底要怎么去解决这两个问题呢？来，第一个问题总共有几种呢？就是三十选三个，所以就是 C 三十取三等于三十乘以二十九乘以二十八。除上三乘以二乘一，好，把约分化简完之后会得到4060种。好，来看一下第二个小题，它要选27个人留在教室，所以我们从 C30 取27。好，来，上面是30阶，下面是27阶乘上30减27阶，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？可以得到的是上面变成30阶，先跟27阶做化简，可以得到30乘以29乘以28。那下面的三阶呢，就等于三乘以二乘以一，好，它会等于 C， 它会等于4060种。好，来，同学们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哦，你会发现 C 三十取三跟 C 三十取27是一样的答案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知道的事情是什么？可以知道的事情是，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公式。可以在这边得到了，就是 C N 取 M， 它会等于什么？它会等于 C N 取 N 减 M。好，来这个地方要特别请同学把它记下来。